吴尊带着72岁的爸爸一起参加路综，父子俩都拥有冻龄帅气外貌，被网友大赞基因强大。但除了外貌以外，父子两人也都超深情。在最新一期中，吴尊提到自己老婆就是15岁的初恋时，吓到不少人，还在访谈中分享恋爱保鲜秘诀。后来吴爸爸也曝光自己恋爱历程，表示自己从17岁初恋开始就没换过女友，一直到结婚，还笑说儿子可能是遗传了自己，就是坚持只爱一个人。后来吴尊谈及人生的低潮，就是23岁那年失去妈妈的时候。当时吴爸爸因为疼惜孩子，不使小孩伤心，因此隐瞒了长达5-6年，独自一人默默承受悲伤，带着妻子到处求医，直到吴尊毕业之后才让他知道妈妈得了癌症。吴尊陪伴了妈妈8个月的时间，在一旁听着的吴爸爸默不作声。后来吴爸爸忍不住哽咽表示，那时候真的看他们没有妈妈，知道妈妈去世那也是听天由命，但我们要坚强，感动不少人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